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杨子萱。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，公路局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台九线3名段道路拓宽工程，而两旁将近400多棵的芒果路树移植用地难寻，也让施工单位苦恼。而除了富里乡罗山村之外，公路段也积极的洽询获得光复乡公所以及太巴朗部落的共识，准备将200多棵的芒果树移植到部落祭祀广场，绿美化周边环境，复制重现公路路树花海的美景。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祭祀广场，除了早期部落随处可见的传统毛饰或者藤心等作物之外，文物馆旁的空地上现在又多了另外一种可食树种芒果树加入。民众好奇这一些已经有相当树龄的芒果树究竟从何而来。那么首先要感谢我们公务段的严国祥段长跟副段长，然后我们乡长接洽了他们段长，因为目前是台九线要扩宽，那边那个芒果树要移植到我们太巴朗祭祀广场。这些芒果树原本是台九线3名段的路树，因道路拓宽的关系，将近400多棵的芒果路树将全数移除，但因数量庞大，再加上移植土地难觅，一度令施工单位苦恼。经公路局公务段积极洽询，获得乡公所以及部落的支持共识，同意将芒果树移植到部落祭祀广场，为树找一个家的同时，也进一步来绿美化周边环境。我们村长都已经共识这个事情了，要种哪里我们都有规划，都有放点了，然后现在是在我们文化馆周围，事先种已经种14棵，那目前去也是继续种下去，大概是200棵左右。那今年的丰年祭会不会影响到吗？当然是有一点影响，因为那边也有在施工了，我们光那个东富桥在施工了，我们跟那个厂商有沟通过，因为当时到时我们在办活动前后是他一定要停10天的时间了，对，他会恢复原状，我们那边都会做得很好。目前公路局施工单位已经先行完成这14棵芒果树的移植作业，后续总共约200多棵的芒果树，部落干部代表以及四村村长也沿着祭祀广场周围标注移植位置，希望能让芒果树平安顺利的在部落落地生根，重现公路路树花海的美景。记者史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